想耍什么花招？顽皮，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，孤男寡女的，别人看了说三道四怎么办呀？这位公子，要不本姑娘给你捶捶胸，松松筋啊？收起你这副市井小人的嘴脸。第一天认识你吗？我先给你烧过热水，去去晒，褪褪毛，就像那狐妖墨夫一样干净。然后呢，我再用井盐按摩你的蹄子，把那些血啊什么的全都推出去。然后咱们。你平日里束不束胸？想必是会了。你整天东奔西跑，喝子太松。如果你一天都不系系带，这一天下来会怎么样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果然是那什么衣冠鸟兽。如你所说，卸衣讲究一个舒服。胸部无褶皱，缺乏剪裁余量，腰部瘦身过紧，剧烈运动容易导致崩开，系带在胸椎第三四节的样子，自己难以完成。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？你怎么知道后椎骨啊？接缝全在腹部内部，再柔软的线都会硌到皮肤，而刀工在剪裁时过于粗制滥造，将布的纹理全部斩断了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啊？既然你说要做到舒适，拿去修改。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贵宾上来了客人，说要订购100件龙帮主改的衣服。你看吧，你看吧，我就说会有100件订单吧。已经买了的，告诉他们，待新品推出，折价出售，新订单全部推掉。推掉？这可是上门的生意啊。你有毛病吧？有钱不赚啊？哦，你这个奸商是不是想欲盖弥彰把价格抬高啊？有问题的产品一件都不能从我新思路流出去。试试。我们去哪儿了？有女怀春。嗯，萌萌回来了。您这个法子真管用。这鸡毛管子有韧性，还光滑，正好拖住这两头。你那个怪儿子还真是有两把刷子。嗯，萌萌，哪儿来的雷锁？怎么又变严重了？